闽南一切从历史弘毅文化祭，一个礼拜六就会在屏东泥浦北从历史的庙片来展开。现场会安排六一部同上片地一条祭典鬼牌场。南外主办单位今年特别由办法家王志凡在弘毅金榜普后开的普普高神的诗，而祝福考生考试顺利，在这场后也值得平安顺利。用马莲提纸红用力搓，按奖给扮演红衣金榜铺如完成呢。颁发家王子凡表示，今年给金榜铺除了希望做着带本考生好运以外，也希望本毕业生前途如顺遂。今年呢，伊咧连甘露讲啊，安尼在无穷样的职场服务的时间，而步步高升。如果唔好听人家专业的良药地方，应来应。节节高升。今年的弘毅文化祭除了明年中秋的雅色艺术展，还有创意才艺感染法以外，还邀请的海军陆战队乐仪队等20人的佛教同艺文团体参与演出，会带本民众无相同的祭典体验。每一年能带来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内涵，而让这个内涵更加的深邃，也让我们这个跟在地接地气的结合呢更重要。从历史弘毅文化祭将会在12月21日同22号在泥浦从历史举行，民众做得提家业，穷下来泥浦有了体验六对客家的年土生诗。客家新闻潘胜峰平的报道。